但是后面就会习惯一点。然后今天歌呢，可能会走就比较抒情的路线，所以大家就是带听歌的心情来就好了，好。然后会，然后就是会唱，大家就可以一起唱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就带来今天还算就是比较轻快的舞曲，就是不抒情轻快的歌给大家听，谢谢。